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们日常工作生活中经常会遇到图片抠图的问题，尤其是你不会使用 Photoshop 软件来修图，或者说很长时间不用了，突然用一下需要花费很长时间。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组高效的免费在线抠图网站，可以极大的提高效率，节省你的时间。一起来看看吧。第一个网站是 Focal Clipping，网站是英文网站。为了显示方便，我已经用谷歌翻译进行了转换。在首页的右侧就是图片处理的窗口，你只需要上传或者粘贴，也可以输入网址就可以进行处理。我们下拉先看一下这个网站的功能吧。采用先进的自动人工智能算法，高级的背景去除工具。这个是完美的头发细节，定制化的 API 解决方案。再看一下下面，这是惊人的高清质量，最大可以处理的图片是12兆，最大的图片分辨率是9像素。这是具体的对照图，这是肖像，这是产品，车、房子，包括动物。我们来演示一下。选择这张图片，非常快。它默认的是产品的类型，我这里是一个头像，那么选择肖像，效果就出来了，非常棒。之前带水印的，在这也都一并去除了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适当的进行小的修改，比如说擦除啊、背景、庄稼、阴影等等。选择右上角的下载，可以看到两种格式，半秒钟就下载完毕，非常棒。第二网站是 Remove BG，这个网站的知名度应该说是最高的，使用起来也是超级简单。我们选择右上角的消除背景，我们上传图片，它这有两种格式，一个是500×500的，一个是高清的。高清呢需要注册成为会员，会员呢只提供有限的服务次数，那么普通版的那是免费的无限次，瞬间就下载完毕。我们看一下效果，也是很棒的。第三个网站是 PIXLR，网站是中文界面，下面解释的部分是英文的。可以看到，它通过人工智能快速的删除背景，只需要几秒钟，可以自动及免费的删除图像的背景。我们来试一下。制作完成以后，选择右侧的下载，也是很方便的。第四个网站是 Inpix.io。网站是全英文界面，我们可以把图片拖进来，或者说选择图片。我们开始应用，保存，perfect。第五个网站是图片剪刀，网站是全英文界面。我们上传图片，酷，非常快。选择 download，这里面出现两个，你可以选择购买，就是成为会员付费。那么你选择低像素的、低分辨率的，那你就选择这个，我觉得足够用了。很完美。第六个网站是 Cutout，网站号称是在1秒钟之内一键就可以完成背景图片的处理。我们试一下，是不是1秒钟？显然不是1秒钟。如果说你不需要处理的话，那你就可以选择直接下载。下载呢，它分两个版本，一个是普通版，一个是高清版。高清版呢，它需要注册成为会员，
点击下载。挺好。最后一个网站是 Social Book， 这个网站是由旧金山的一个华人建立的，它号称世界上最强大、最精准的 AI 人物背景移除算法，100%的全自动秒出结果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里面说了一下最大文件不超过5兆。像拉，它需要输入一个验证码，这可以提示移除背景成功。下载预览图，来看一下，也是非常棒的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七个网站输出的图片没有什么差别，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，第三，第四个。基本上没什么差别，唯一的差别可能是导出的图片大小，不过这没什么影响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再见。